大家好，今天我们上宗教学概论第三章的第三节，世界六大宗教里面的第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的概论。那么伊斯兰教呢，是七世纪初由阿拉伯的古莱部落的先知穆罕默德创建的一个年轻的一神教，在世界三大一神教里面呢，它是最后一个出现的。那么它的思想呢，和其他两大一神教里面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伊斯兰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顺从的意思，穆斯林是顺从者的意思。那么按照通俗的观点来看呢，只要你公开承认安拉是唯一的主宰，公开承认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后一个使者，那么呢至少就可以被算作是一个名义上的穆斯林。当然这个伊斯兰教的信仰呢是很复杂的啊。那么最简单的，它有它的我们今天要讲的它的六大信仰。那么除了这六大信仰之外呢，伊斯兰教还有它的一些宗教的功课啊，念礼斋朝课。那么当然伊斯兰和伊斯兰教啊这两个概念呢又是存在了一定的关联性啊，因为这个两者呢不完全，因为伊斯兰呢它还代表着文化呀、政治制度啊、法律制度啊、一些经济的制度，它不完全是关于宗教的方面。我们今天讲呢主要是从宗教的方面来介绍伊斯兰。那么现在的这个伊斯兰世界啊，或者是穆斯林人口呢，大约有11亿人左右，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比如说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以及呢虽然不是以伊斯兰教作为国教，但是穆斯林人口过半的国家，那么大约有44个，亚洲和非洲为主啊，像我们亚洲的很多邻国啊，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啊，这个包括这个孟加拉国啊，包括那个什么的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印尼啊什么这样一些国家都是这个属于这个伊斯兰国家。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地区，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样一些地方呢，也大多是伊斯兰国家。那么伊斯兰教，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主要讲一下它的经典和教义。那么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是古兰经，而不是其他的经典和教训。虽然这个伊斯兰教承认了安拉赐给人类了104部经典，但是呢这个真正的最按照天经原本颁布的具有最高的权威性的只能是古兰经啊。尽管穆斯林也认为对于犹太人和基督徒啊，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呢可以按照他们原来的这个经典接受这个审判。那么穆斯林并不把这个圣经古兰经称为圣经，尽管古兰经在穆斯林的心中有很有神圣性，但是他们一般很少称为圣经，而是称为这个古兰。那么关于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解释，有的人说它内容本身已经表明了神圣性啊，有的人甚至猜测或许这个古兰经否认了人性有真正成为圣洁的可能啊，不像那个基督教那样认为人性可以因为基督的这个宝血的洗涤啊最终成为圣洁啊，但都没有统一明确的答案。那么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古兰经是伊斯兰教里面唯一的最具权威性的经典，把它称为古兰呢主要的意思还是让人们多多的诵读它啊，因为古兰经不仅是教义的依据，也是为了供人们诵读的啊。所以古兰经呢当然历史还有很多其他的名称啊，至少有55个名称。在中国我们曾经把它称为天经、保命真经啊、天方宝经啊、可兰经等等啊，那么现在一般通称为古兰经。关于古兰经的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现在通常的观点认为它的不像圣经那样，圣经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作者啊，有署名的作者就有几十位，那么古兰经呢的作者呢严格说只有一位啊，就是口授者，就是穆罕默德。你看穆罕默德本人并没有写下来啊，是由他的秘书啊和一些他的听众把它记录下来，有的是通过背诵，有的是把它记在石板子上或者记在纸草上面。那么这然后呢又后来经过编辑而来。这个时间穆罕默德口授安拉启示的时间，从他的第一节经文在希拉山洞里面降世的第一节经文，到他去世之前啊在麦加的时候降下的最后一段经文，这个时间跨度有22年之久，分为两个时期，一
一个是麦加时期，以口传为主；还有个是麦地那时期，这个很多人有听说，这麦地那时期他的生活比较安定，所以呢，这个古兰经被记载在树叶上、羊皮上、石板上。那么，古兰经成书是在穆罕默德死后，那么由于这个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奥斯曼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担心呢，这个在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们纷纷去世之后，古兰经会失传，所以呢，就让他的秘书们开始整理这个他们所记录下来的穆罕默德的这些语录实际上不是穆罕默德本人的，是他传达的安拉的这个启示，用这个来排解当时穆斯林之间出现的纷争。那么古兰经的原本存在麦地那，后来的几个抄本呢，被分送到麦加、库法、大马斯格、也门、巴斯拉，那么这些地方的这个古兰经呢，基本上内容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非常细微的特征上的差别。那么早期的伊斯兰教并不主张翻译古兰经，一直到十世纪的时候，波斯的萨曼王朝把它翻成了最早的波斯文本，因为波斯人很多，他们并不会阿拉伯语。但是严格来说，当时人们看来，只有阿拉伯语的古兰经才能称得上古兰经，其他的只能称作著作，包括像我们中文的古兰经，那么它只能被称作一种学术著作，是一种翻译，因为有很多独特的意思，只有用阿拉伯语才能把它表示出来。而且毕竟安拉的启示最早是由穆罕默德用阿拉伯语昭示天下的。最早的非穆斯林译本呢，是十二世纪的时候由英国人和德国人编订的拉丁译本。那么在十九世纪之后，古兰经的翻译进入了高潮，因为我们知道从178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始那么伊斯兰世界就进入了近代史，一种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那么同时呢，这个很多国家包括这个俄罗斯占领了中亚地区，也是穆斯林地区，在这些地区呢，他们对这个研究伊斯兰教、了解当地的民族，像中亚诸民族还有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人的这种信仰产生的兴趣，所以古兰经被大量的翻译成各国文字，翻译成不同的版本。那么古兰经在伊斯兰教中呢，它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是一本有实无名的圣经。那么在穆斯林看来，古兰经中的每段话、每个词，甚至它的每个字母都是神圣的。那么这个和基督徒相比呢，那么古兰经在穆斯林心中的地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虽然基督徒也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是关于这个如何默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可能是机械默示，一字不差；有的人认为可能是只是一种观念的默示，加上了作者本人的生活习这个理解水平的限制还有他的生活经验文化经验的限制。所以这个穆斯林历来都非常尊重古兰经，他们认为只有信仰纯正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领悟和解释古兰经中的意思。古兰经不能被放在污浊的地方，要把它放在高处精心的保管，甚至写有经文的纸张也不能随意的丢弃和践踏。古兰经成为古代和中世纪乃至近代的某一部分伊斯兰国家最基本的立法的依据、道德准则和科学的指南。那么古兰经呢，关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规定成为伊斯兰教教法沙利亚法的基础。那么沙利亚法它不仅是宗教法它也涉及到很多关于经济社会制度等等的方面所以有一些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主张按照这种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在他们看来，教育学、教育学、科学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三面都是以古兰经作为基础的。那么历代的穆斯林统治者都鼓励自己的国民背诵古兰经，能够熟练背诵古兰经的人将获得很高的荣誉，甚至呢被免除刑罚是有的国家规定能背诵古兰经的人他应受的刑罚可以减去一半减去一半。那么古兰经的这个编排顺序结构也和圣经不同，圣经和犹太人的经典都是按照我们前面学的两大宗教的经典都是按照主题来划分的，或者按照时间顺序来划分的你看福音书关于耶稣的，使徒行传是历史的书信然后是启示录那么古兰经呢，它不是，它是按照长短顺序，长的在前面，短的在后面，只有第一节是个例外。另外呢，相对来说比较短的章一般都是在麦加时期或者是在
个针对卖家人所说的，所以叫卖家章。相对来说比较长的那些章，大都属于麦地那章，是穆罕默德从麦加受迫害迁徙到麦地那以后所发布的这些启示，所以呢称作麦地那章。那么在麦加时期，由于受到迫害，而且主要是以口传的形式来传达启示，所以呢篇幅一般来说相对较短，而且当时是创教之初，所以一般它是讲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教义有关的啊，信天使、信安拉、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帝这样一些内容。那么麦地那章这个时候已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政权，所以呢它篇幅呢相对来说长一些，因为有了秘书可以用笔来记录，而且呢它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伦理、法律这样一些方面的教规啊，什么念礼斋朝课啊，这样一些宗教规范方面的。那么麦加章、麦地那的章的区分也没有严格的区分，有的人是按照时间来区分，迁徙到麦地那之前的都叫麦加章，迁徙到麦地那之后的都叫麦地那章，有的是按照地点来划分，在麦加降世的就是麦加章，否则就是麦地那章，也有的是按照这个经文针对的对象啊，主要是针对多神教徒的介绍教义为主的属于麦加章，针对麦地那穆斯林的啊讲这些伦理啊、道德规范啊、宗教功课的就是麦地那章。他们的章数呢我们通常说是114章，但是有人呢也说的是这个，因为穆斯林把它分成30个等份，里面的斋月里把它读完，所以有的人也根据这个把它分为30章或者30卷。那么他们的标题有的呢意思呢我们很好理解啊，比如说像什么黄蜂啊、蚂蚁啊，但是我们觉得它好像跟这个内容没什么相关，实际上这些内容呢有的人认为有神秘的意义，有的人认为它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里面经文里面提到一种动物，因为古兰经是以节为单位嘛，啊，以节为单位，它的这个节我又可以表达完整的意思，啊。那么古兰经在诵读的时候，伊斯兰教呢比较注重它的一些特点，就是一定要只有洁净的人才能读经，啊，只有洁净者才能抚摸这本经，所以穆斯林在读经之前一定要行小净。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你接触了不洁之物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接触了死去的牲畜啊、血啊、什么经期的妇女啊什么这样的，肯定还要大净啊，大净。那么全身要沐浴啊，要呛鼻啊，啊洗手啊等等。那么在读经的时候要念护佑词啊，求尊主保佑自己远离了啊被诅咒的恶魔。要念诵主名，表明自己是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在读经。求真主保佑自己来正确的理解经文的意思，而且读经的时候呢不能够有口无心啊，不能够这样读得太快啊，要字字分明，慢慢的读，把字音读清，使闻者历历可数。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有感情，要抑扬顿挫，使人们听清经文的口气、命令、许诺和警告。听众呢也不能够无动于衷，要有忧愁气貌啊，不能够古兰经讲，按照这个伊斯兰教义，不能古兰经讲喜悦的事情哭丧着脸啊，他讲这个安拉的应许的时候你哭丧着脸，讲安拉的警告的时候你在那里窃笑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伊斯兰教说这都是不好啊，所以说呢你们念古兰经是要哭，如果不能哭了你们要做出气状，就是说你的情绪要和古兰经里面表达的那个意思是吻合的啊，和他的这个。那么关于如何解释古兰经，伊斯兰教里呢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方法啊，主要有这么几种。一种是传闻的故事，传闻是什么呢，就是穆罕默德的言行来进行注释，遇到不能理解的经文我们看穆罕默德当年是怎么做的，因为穆罕默德虽然不是神啊，在伊斯兰教看来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凡人，但是他是安拉的使者啊，是最大的先知，所以他的行为对于古兰经的解释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所以最权威的解释就是通过先知生前的所作所为来解释经文和判断经文。只不过呢穆罕默德生前不让人们随便记录他的言行，怕把人们把他的言行和古兰经中的启示搞混淆了，所以呢他的言行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所以叫传闻的注释。第二种是意见的注释，就是根据解经家这些阿訇这些学者他们个人的研究和理解啊，因为这些经文毕竟离后来的时代太遥远了，有时空之间的距离啊，地点离得很远，人们伊斯兰教传到了世界上很远的地方，而且时代很久远了，
所以为了正确的理解他们，需要了解古代阿拉伯人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诗歌与传说，伊斯兰教的历史，了解这些经文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讲的，穆罕默德的这些启示所传达的这些启示针对什么人什么特定的情况来说的。尽管这种做法呢遭到了保守派人士反对，认为他呢受到个人立场和材料的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人对他持这个支持态度啊，你像这个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二任哈里发啊，欧麦尔就支持这种浸猪血的方法，被称为意见派的鼻祖啊。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中的哈莱菲派实际上就是这个意见派。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有经的注释，又叫以色列式的注释，因为古兰经传到了欧洲的其他地方、亚洲的其他地方以后，有很多原来的犹太人、原来的基督徒啊改宗了，他们不再信仰原来的宗教，成为了这个穆斯林。他们发现古兰经中的很多内容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中的内容有很多接近的地方，这个有助于呢我们去理解他们啊。所以我列举了一些经文，像二章136节里面提到了其他经典的地位，像7章20到25节列到了这个阿丹和好娃的故事，实际上呢和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是很接近的啊，都是指的是这个人的堕落啊，但是呢他们的细节有很多的出入啊，有很多的出入，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可以自己下课以后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翻阅一下。那么第37章的139到148节里面提到这个优鲁斯啊，不好解释，因为古兰经没有介绍这个优鲁斯从何而来，是姓甚名谁，是什么身份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对照旧约里面的约拿书就很好理解了，很好理解他的这个意思啊，他指的是一个犹太教的先知啊，他不愿意去传达上帝的启示给亚述人，因为亚述是以色列的敌国，但是呢上帝小谕了他啊，警告了他，惩罚了他，让他知道亚述人同样是上帝的儿女。那么此外还有神秘主义的注释，包括在中世纪的苏菲派中非常流行的啊，这个神秘主义的注释啊，把这个穆罕默德解释成神光甚至神智啊，这样的注释也有各种现代的，因为现代的科学啊什么来注释啊，甚至把真主比作这种无线电的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注释，来无线电来比喻真主的无所在、无处不在，这样的一些注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对念礼斋朝课这些宗教功课不做详细的介绍啊，我们重点讲一讲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在《古兰经》的2章177节里面提到，你们把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真意。正义是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信后世，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平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并谨守拜功、玩纳迁客、履行约言。人们呢，凭此这一经文呢，认为实际上伊斯兰教包含了很多的部分，其中的提到的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经典、后世，这个呢属于伊玛尼教义的范畴，信仰。那么后面呢提到的这些善行啊，什么施救济孤寡老这个平民，就赎取奴隶啊，救助乞丐等等，这都属于善行啊。再就是呢这个功课，宗教功课啊，包括念礼斋朝课等等啊，他们合起来就是宗教。那么伊玛尼是我们的重点，它主要包含着这里说的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信后世。此外呢，有一些人根据古兰经中的思想提出了一个第六信，就是信前帝啊，就像武功我们的常常说的念礼斋朝课，但是有的人给他加了一个进去，就是圣战啊，也加进去了啊，但是大家对圣战的理解呢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有的人做了曲解和歪曲啊，有的呢是按照古兰经的原意来理解它。那么我们看，先来信安拉啊，安拉是阿拉伯语里面的称呼啊，那么呢他这个按照传统的观点呢，这个安拉曾经被阿拉伯人看作是一个创造之神，但是后来呢伊斯兰教把他说他是独一的真神啊，独一的真神。那么他在波斯语里面常常称作呼达，所以我们的新疆啊一些地区常常说呼达，人也是指的他啊真主。那么在我们中文里面呢，有的时候称作安拉，有的时候称作真呼达，但是现在呢最常见的称呼就是真主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译名，真正的主。那么安拉具有很多不同的属性，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它的独一性。伊斯兰教是最彻底的一神教，它破除了犹太教的那种狭隘的选民观，犹太人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那么穆罕默德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穆斯林，而且穆斯林是同一民族，所以呢，这个所有信仰这个安拉信仰他是安拉使者的人都可以被称作穆斯林。同时，基督教呢虽然是一神论，但是他认为上帝有三个位格父子灵，这个古兰经认为不是如此，认为基督耶稣他虽然是一个使者，是一个先知，伟大的使者和先知，但是他并不是神，他呢也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谁呢？按照传统古兰伊斯兰教的说法，认为是这个犹大，就圣经里面的犹大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并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安拉是无处不在的，当人们密谋一件事的时候，密谋任何事情，安拉都知道，甚至人们心里想什么，安拉也知道，这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那么伊斯兰教义认为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主宰，他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是世界的维系者，世界上的这个天体的运行，包括这个人间的祸福，甚至一草一木的这个兴衰荣辱，王朝的更替都是由安拉所决定的，所以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么安拉和人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那么就像基督教强调耶和华既有公义的一面也有仁慈的一面一样，旧约的上帝、新约的上帝都是同一位上帝。那么古兰经认为安拉是严厉的，他也是仁慈的，所以我们看安拉有99个美名，加上安拉100个，其中有一些名称呢给人们一种严厉的味道，审判者这种等等这样一些味道，给人们就是感到他很严厉，有罪必罚一般说安拉对这个不信他、终身不信他的人是非常严厉的对于那些背叛他的人很严厉的。另一方面，安拉又是很仁慈的他维系着人们的生活他呢也宽恕人们的罪恶。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大罪都最终只要经过忏悔，都可以得到安拉的赦免。所以呢，安拉又是被认为是一个仁慈的真主，在穆斯林的心目中。那么除了信安拉之外，仅次于信安拉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伊斯兰教的教育，就是信使者。那么在古兰经里暗示我们，真主曾经派遣过很多的先知来到这个世界上，先知不是神仙他们不是像那个道教的神仙那样可以长生不老也不像佛陀那样是吧，他们不能点石成金，不能长生不老，他们不是神，都是凡人。但是他们有一个特长，就是他们能够直接的领悟安拉传给他们的启示。至于先知有多少，古兰经没有明确的规定，人们有的人根据圣经里面的推测说大概有10几万人那么除了先知之外，更高一等的是使者。那么安拉曾经给人类派过多少使者呢？那么伊斯兰教认为呢，前后派过300多位使者。可是呢，古兰经里面提到的有名有姓的只有28位，其中最著名的呢是有6位那么包括这个阿丹就是亚当包括这个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包括卢雅罗雅也包括这个尔萨摩西也就是耶稣也就是摩西等等都包括在内。那么最大的最后一位使者是谁呢？就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使者，所以叫封印使者。那么穆罕默德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神，他也拒绝行神迹那人们要他行神迹的时候，他常常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直接回答，他不愿意行神迹那么如果说是他行的神迹的话，那么最多能够算什么呢？就是古兰经就是一个神迹因为穆罕默德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文盲，但是呢他却口授了一部文字优美的古兰经当然这个也有人认为是跟他从小就聪明好学他的背景能力很强，参加那个乌卡斯的集会背那个七全诗，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甚至呢这个虽然说我们以这个迁徙之年，就是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那一年作为伊斯兰教的元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是古已有之的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从阿丹时代就有了，只不过后来衰落了，被人们遗忘了。在这种意义上，穆罕默德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创建者，而只是伊斯兰教的这个复兴者。
那么除了信安拉、信使者之外，伊斯兰教还有一个重要的信仰，就是信天仙、信天神啊。我们中国的译法啊，实际上也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天使。伊斯兰教认为，除了真主之外，在这个世和人类之外呢，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很有智慧的啊活物，叫天使或者天仙。天使、天仙不是，它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是用光和火所造的，所以不存在男女性别的差异，也没有生死，他们不会死，他们同情人类，服从安拉啊，所以他们本质上是善的，是好的啊，同情人类的。那么古兰经提到的主要，他没有对天使做非常细节的介绍，主要提到的有这么四大天使啊，一个是传达安拉启示的，最早向穆罕默德传达启示的大天仙哲布勒伊莱啊，还有掌管这个人的日常事务的这个米开伊莱啊，以及掌管生死的阿兹拉伊莱啊，我们有的一些回族朋友把它翻译成夺命天仙啊，是掌管人的生死啊，夺命天仙啊。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天使，就是他很少出现的，就是伊斯拉菲拉。因为当伊斯拉菲拉到来吹响号角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世界的末日就来临了。那么天使和魔鬼的关系呢，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基督教的魔鬼撒旦叫撒旦啊，伊斯兰教的魔鬼常常被称作伊布列斯啊。他们呢，按照一般的看法，他们都具有曾经是天使。那么魔鬼在人们看来，基督教的魔鬼呢，他是因为反抗上帝啊，因为骄傲啊，最后成了魔鬼。那么伊斯兰教认为这个伊布列斯呢，也具有这样的，他本来也是天使，但是他当安拉造人的时候，让众天使向人下拜啊，因为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唯有这个伊布列斯不干，他说人是用尘土造的，我是用光和火造的，让我向这种卑贱的人类下拜，他觉得难以接受啊，所以呢最后被逐出了天园，但是允许他在七层天之下活动，那么直到末日受到审判。伊斯兰教虽然强调信天使，但是他最防的一点就是，他为了防止威胁到他的一神论，所以他严厉的防止的是拜天使。他在古兰经里面明文规定，对天使你只可信他，但是不可拜他，不能崇拜他。相反，天使曾经给人下拜，天使是为人服务的啊，而不是相反，所以呢不能够对天仙天使进行祈祷啊，让他来帮你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不允许的。真正拜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拜真主。那么古兰经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在古兰经里面它记载了安拉曾经赐给人类104部经典，所以对于伊斯兰教来说，这个信经典呢，不仅仅是要信古兰经啊，当然最权威的是古兰经，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古兰经一部经典，实际上安拉曾经赐给过人类104部经典。那么这些经典呢，在伊斯兰教看来都是来自安拉的启示，所以他们是合法的，信仰这些宗教是合法的，你信仰这些宗教就按照这些宗教的经典以后来审判你。那么主要有这个穆萨的塔拉特啊，然后这个达伍德就是大卫啊，也是位使者啊的泽普尔，就是旧约里面的诗篇，以及尔萨的引之勒，就是耶稣的新约，他们都是合法的经典。那么虽然信仰他们是有效的，但是伊斯兰教认为他们的内容不全，很多被人们遗忘了啊，在传抄的过程中啊，在这个翻译编辑的过程中，很多被遗忘了，甚至被人为的，人们出于自己的私利把它篡改了。所以呢只有靠古兰经他们才能得到证明，只有靠古兰经他们才能得到解释。所以说真正的新经典，虽然说并不是说世界上安拉只赐过一部经典，但是对于穆斯林来说最具权威性的，能够作为他们信仰依据的是古兰经，而不是其他的经典。除了信经典之外呢，再一个就是信后世。那么伊斯兰教认为，现在的世界总有一天会被一个永恒的新的世界所取代，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死人活人啊都要接受审判，死了变成瓦砾了，变成了粪土了，也要重新被聚敛开来，先使肉身复活，再把灵魂注入肉身，然后呢接受审判。那么末世到来啊，古兰经是不准人们去揣测那个时间什么到来的，但是呢有一些征兆啊，社会上有一些
征兆啊，比如说古兰经被人遗忘了啊，这个人们呢都不信伊斯兰教了，到处都是敌视这个伊斯兰教的人啊，什么这个之类的，这个酗酒啊、赌博啊什么猖獗是吧，反正整个社会堕落败坏了啊，自然征兆也有什么地震呐、火山呐 啊这个等等啊，火山呢包括天体的破裂啊，是吧，这是过去的一些传说啊。那么它的整个过程呢是以伊斯拉菲拉的三声号角作为开始和结束的啊。当这个末日天使伊斯拉菲拉吹响第一声天使的时候，大地就开始摇动，人们开始四散奔跑啊。吹响第二声号角的时候呢，万物都要灭绝，那么人类和所有的动物活物都将灭绝。吹响第三声号角的时候，那么就要实行审判了啊！先用洪水洗去世间的罪恶，然后所有人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所以耶路撒冷呢，按照这种传统，它也是同时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城啊！因为在这个地方，穆罕默德曾经登上天原，就是金顶清真寺那个地方啊，他的成了天嘛，到那个地方以后，登上了天原，见到了真主啊，见到了历代的先知和使者。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末日审判的地方。那么伊斯兰教有关于天元和这个火域的这样一些观念，但是呢对天元火域的这样一些描述相对来说对火域的描述多一些，对天元的描述少一些啊，或许想象痛苦可能更容易一些啊。啊，天元的这个描写的那些地方呢也是非常美好的地方，是吧，是人们当时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一些去处啊，那里什么绿树成荫呐、奶河啊、流淌啊等等，啊，人际关系都非常的好，啊，火域呢就有点像夏天里的沙漠一样的感觉，啊，那个皮肤被烤焦了又长出一层来，啊，没有东西吃，只能吃脓包，脓疮，吃那个荆棘的果实，啊，那个里面受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折磨，啊，那么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面没有明确的提到炼狱的存在，但是历史上也有少数的穆斯林学者，他们相信还有炼狱。啊，认为这个人呢，有的人他虽然是穆斯林，但是呢他犯下了一些错误，所以呢他的这个没有资格直接进入这个天元啊，所以可能要在炼狱里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煎熬才能进去。那么伊斯兰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他的信前帝。那么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社会的兴衰变迁、个人的生死荣辱这些东西啊，都是由真主事先安排的。那么这一点和基督教的预定论非常的接近啊。基督教的预定论认为，没有上帝的预定，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掉掉，也不至于掉啊。当然伊斯兰教也是类似的观点。所以呢，伊斯兰教认为人们不应该患得患失、贪生怕死。你贪生怕死是没有用的，安拉只要保护你，你就不会死啊；不保护你，你就必须死。但是对于这个信前定要不要把它拉到六信里面，这个伊斯兰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同时呢，这个伊斯兰教呢也对这个宗教功课、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了很多详细的规定。其中比较值得一提呢，就是念礼斋朝课啊这些内容。那么念呢，主要是念诵古兰经啊。那么当然还有除了古兰经之外呢，最简单还有作证词。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啊，这个作证词要经常念诵。那么礼呢，也有不同的解释啊。那么最主要的还是礼拜啊，包括这个每周一次的礼拜，还有每天的五次礼拜啊，像晨礼、昏礼、主礼啊、宵礼等等啊。那么这个斋呢，主要是斋戒啊，主要是在伊斯兰教教历的这个九月要进行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斋戒，这是由所有的穆斯林都要参加的这个斋戒。那么一直到九月结束之后，新月出来之后，那么就是开斋节啊，这一天，这也是伊斯兰教最大的这个节日啊。另一个节日呢，就是跟朝有关，朝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身体健康、财力充足、旅途安全的情况下，成年穆斯林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朝觐一次。要奉行一系列的礼节，那么你按照规定的程序啊完成朝觐的人呢，那么就会在古代，因为这是很难做到的啊，会受到相应的尊重。那么在正式的斋戒
正式的朝觐结束的那一天举行这个宰牲节啊，这也是伊斯兰教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再就是课，课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交纳千课的义务。那么这个课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伊斯兰教对课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游牧民族时期啊，那么以游牧民为主的这个贝都因人，因为阿拉伯半岛上主要过来住的人都是贝都因人。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啊，就像我们中国的内蒙古啊、新疆这些地方一样，你要养羊、养牛，看上去很富有，是吧？家里有成百上千的羊，但实际上它那个生产率是很低的。它不像土地，土地的话就高一些，所以羊的话，那么一般四十分之一啊就够了，是吧？那么如果你是农业的话呢，你就交到十分之一；如果是矿业、商业，那交到五分之一，有不同的。那么在世俗化的国家、现代国家已经没有这些要求了啊。总的来说，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它的这个税收的并不是很重啊，比很多这个基督教国家和犹太人收的税都要轻一些。所以在伊斯兰教占领一些国家之后，他们是允许当地人继续信仰犹太教、继续信仰基督徒，可是出现过很多人蜂拥而入加入伊斯兰教的情况，以致要进行审核。为什么？因为加入穆斯林以后交的税的额会大大的减轻啊，所以这个现实的经济利益是有很多人他可能抱着一些各种各样的心态啊加入这个伊斯兰教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这个课啊。就是这个课税呢，人专门征收了啊，那么可以改为慈善事业啊，帮助他人呐、啊，做好事啊，啊等等啊，包括救济朋友啊，像美国的一些地区也有，欧洲的一些地区现在也有很多的穆斯林，比如德国就有几百万的穆斯林啊，英国也有数以百万级的穆斯林，美国也有百万级的穆斯林，那么他们在宰牲节的时候会把牛羊的肉啊拿出一半或者至少三分之一来，在大街上装成袋子送给那些需要的人们，啊，你要需要的话。就把这个拿出来，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讲的课程呢，主要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啊，下次课程呢，我们再讲这个六大宗教的下半部分，就是这个印度教、啊佛教和道教。好，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再见。